大家好，我系萧文喜，今日同大家讲下三分钟市评啊吓。今日点题四个字啊，美国大晒吓，先讲下个大市点先咧。今日市呢就比较静同埋软嘅，早起码早段嚟讲啦吓，跌幅一度超过二百点嘅吓。不过美市呢发威喎吓，逐逐声呢就拗翻上嚟，最尾呢，倒升二十六点收市喎吓、啊，收二三五一四二啊。不过成交就差啲得六百九十亿啊。

跌過成二百點，穿過二萬三一度嚇，不過臨尾發翻轉頭，十天線咧就失而復得，成個走勢都好似幾靚仔咁喎，係咪可以樂觀啲呢？吓，咁小弟覺得呢，即係仍然謹慎啲為上。點解咁講呢？翻翻開頭點提嘅四個字啦，美國大晒咩意思呢？吓，從兩方面講，一方面呢。嚇。 美國大曬意思咧，就係、是、咦美國嘅因素咧嚇，令到港股升咁啊！其實有啲嚇，不過啲因素其實唔係好因素嚟嘅喎，所以咧大家要審慎。講緊咩咧？因為港股今日點解去升咧嚇？主多上證指數未市啊，發翻轉頭啦，全日倒升四點，一度跌成過百點㗎嚇，臨尾發翻轉頭。點解咧？主多得兩類股份拖動，第一類就係科技股啦，第二類軍工股。點解軍工股會上升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咧。 美國啲軍艦可以大晒咁，就重入衝入咧嚇、啊、中國喺南海咧人工島礁咧十二海里範圍之內咁，而家咪搞一搞啊咁挑引咧，咁啊搞到成個氣氛突然間緊張起嚟啦嚇。雖然大家覺得中美大打出手機會係好低嘅，不過咧咁樣搞一搞啊氣氛緊一緊張，咁、啊、股民當然要做下嘢啦，買下股份啦，咁就買數啲軍工股上去，軍工股拖動之下咧上證指數就向上啦嚇。啊 啲咁嘅好簡單啦，呢、這個成個因素嚟講唔係一個好嘢嚟嘅啊，咁因為一個唔係好嘅因素間接上升，咁當然咧就不能個太過樂觀啦，審慎啲好啲啊。第二個要審慎原因就係、是、咧，都係同美國有關嘅，都係美國大晒。點解咧？因為大家都及住美國啊嘛，影響太大啦啊。咁特別呢個禮拜有啲重大嘅不明朗因素未啊清除啊嘛。第一個係咩咧？當然咧就係講緊。 聯儲局嘅意識會議啦嚇，今晚開始開㗎啦，一連兩日，周四凌晨我哋知咩結果㗎啦嚇。雖然咧，大家覺得咧十月加息嘅機會咧係唔大嘅，有啲人話淨係接近零咁就係㗎啦嚇。不過大家擔心啦，佢唔知點講啊，對於十二月會議啊，即係未來息口嘅個情況，佢點樣傾咧？點樣暗示咧？會哇會唔會咩啦？講到明十二月再加會加息啦嚇。如果會咁講咧，當然大家擔心啲啦嚇，所以大家。 聽到實佢究竟最尾出嚟聯儲局朱公而家普遍講法咧分開三派噶啦，最尾三派係點樣啦？大家達成共識啊，講到個比較清晰明確嘅加息時間表俾大家聽下咁啊，大家咧就留意緊呢樣嘢啦嚇。始終呢個重大啊依、這個決定未出之前咧，大家審慎。 啊，唔敢太喐啊！呢個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。另一不明朗況因素咧，就係嚟自咧今個禮拜咧美國其實好多數據㗎嚇。今晚已經有耐用品訂單啊、消費者信心指數嗰啲㗎啦嚇。到周四咧再出個重頭嘅數據，就係第三季嘅 GDP。咁而家估計咧就比較弱嘅一點零嘅得翻嚇。咁呢個數據未出之前咧，大家咧都係唔係好咁喐嘅，因為始終好唔明朗啊嘛嚇。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港股咧嚇。 令到港股氣氛咧，就誒會轉出去審慎噶嚇。加埋啦嚇，港股自己本身咧都係有啲因素咧，就令大家覺得咧麻麻地喎向前睇嗰只，所以保持審慎好啲嚇。第一個就係咩咧？頭先提過啦，今日升咧成交就急縮啊，得翻六百幾億，真係弱雞啊嚇。第二個啦就係咧，周四就有結算啊嘛嚇，結算前後前夕啊會點樣咧嚇？ 係咪會有啲波動呢？咁大家會擔心啦，自然呢，減少入市意欲啦。加埋呢，五中全會呢，就開緊而家嚇，週四到啊就會有結果啦。咁大家可能都等埋先啦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呢，即使今日呢，好似走勢都叫靚仔，但係咧相信呢，聽日呢，起碼聽日呢，仍然呢，就可能牛皮啲，未必有明確方向嘅。好啦，時間關係啦，咁分析咧大致咁多，多謝大家。